嘛？我哋一齊將你哋嘅愛對呢部電影嘅愛同期待，轉化成你哋嘅掌聲同歡呼聲。歡迎我哋明日戰記嘅總監製古天樂先生，以及就係電影導演吳元芬先生嚟到舞台上面同大家見面。其實咧，我諗先想問一下古生啦。其實無論喺之前嘅你訪問啦，甚至喺戲裏面都經常強調住嘅，無論做人好，做電影好咧，都係需要不斷嘅進步嘅。而《明日戰記》呢部電影，我諗由籌劃到而家上映啦，要面對觀眾啦，都係你嘅心血結晶。對於你嚟講，你最大嘅學習、最大嘅得著係啲乜嘢咧？堅持唔好放棄咯，因為其實做呢部戲嘅時間好長。咁中間遇到好多問題啦，咁但係都係我堅持要自己學識佢咯，即係我哋學識佢，就唔好靠人哋咯。咁起碼我哋會將嚟多個題材嘅選擇咧，亦都係我覺得對於香港電影好緊要一樣嘢，就係佢不斷成長。冇錯，我諗咧觀眾亦都非常期待古生嘅呢部《生命結晶》嘅。咁問下導演啦噃，咁其實今次可以同古生一齊去為我哋華語電影開拓咗一個新嘅視野、新嘅一頁。對於你自己嚟講，有冇邊一啲嘅場口好想同觀眾率先嚟分享一下？大家入場千祈唔好眨眼啊，一定要留意實啦。我覺得公路嗰場啦，因為喺個拍攝上係幾辛苦嘅，因為演員亦都要孭住三十幾個嘅裝甲，好熱嘅温度。咁同埋入面有好多技術上嘅嘢要追求咯。咁一路做呢場戲嘅時候，我哋有考慮過嘅，其實用實景拍攝嘅。不過即係當然嗰個車嘅速度做好同埋危險。咁喺我哋拍攝嘅過程入面，有同演員有好多大家要討論，究竟我哋喺未來嘅三個禮拜能唔能夠喺嗰個時間裏完成到呢個拍攝？咁所以我覺得幾難忘，我都希望大家喺睇戲嘅時候留意下呢一場。一定要啦！咁其實電影今日開始就有優先場噶啦，大家一定要馬上快啲去撲飛啦！嗱，講到話科幻電影，我諗對於我哋香港觀眾嚟講咧，係有新鮮有期待嘅。其實兩位，你哋會點樣睇科幻電影咧？嚟緊我哋香港電影嘅發展，今次係第一步啦，嚟緊係可以有啲咩嘅未來會可以俾到大家觀眾睇到咧？其實科幻電影分好多種嘅，我咁講先啦。咁今次我哋做一個機甲片啦，咁但係其實都好多唔同。其實嚟緊會有啲構思係做一啲喺太空大戰嗰啲嘢咯。但係再難啲咯，其實。導演咧，譬如古生講啦，因為我覺得科幻電影係一個我哋新嘅一個嘗試啦。咁我覺得未來應該係會有更加多元素嘅電影，包括科幻嘅。咁所以我哋覺得應該未來香港會有更加多嘅科幻電影出現。大家俾掌聲，熱切期待住嚟緊到香港電影更加多嘅面貌，更加多嘅可能性啊！其實講到話一啲新鮮感啦，其實《明日戰記》喺宣傳上面咧都有好多嶄新嘅一個嘗試嘅。起碼我哋見到啲上映前，好少可會見到由胡生啦親自落場演出咗呢個宣傳片啊，一啲廣告片，甚至乎其實見到我哋現場啦，有啲 NFT 嘅一啲擺賣啦，俾大家去買到一啲角色嘅公仔翻去啦。呢啲咁嶄新嘅宣傳方式嘅，同古生你自己中意打機有冇關咧？我其實諗緊啊，如果今次去宣傳呢部戲，咁你咪永遠都係打一個電視啊，會見到個廣告啦，就係、是、播啲片跟住幾時上映啦。我有一日諗過，不如當呢部戲個產品啦，自己拍個廣告再出片咯。好似全球都未試過，我覺得咁咪試一次咯。咁我覺得永遠都係咧，做邊個行業都係要創新啦。永遠都係諗住新嘅方法去將自己不斷去進步先係最緊要，所以我今次落咗呢樣嘢。NFT 都係啦，有啲手遊啊，我哋都係啦，咁全面去配合咯。同埋好多產品咧，就係嗰啲1:1啊，咩頭盔啊，小嘅小嗰啲公仔啊，1:6嘅嘢有啊，咩都有嘅。
勇於嘗試同創新咧，係做我哋創意工業好重要嘅。所以大家陣間咧，記得去我哋明日戰記嘅攤位裏面去支持一下啦。好啦，講到打機嘅部分，咁其實咧，我哋今次呢個嘅明日戰記啦，當中亦都有個手遊嘅，就係、是、明日戰記勇者集結啊。咁陣間咧，我哋將會揾台下觀眾上台咧，去一齊去玩一下呢個遊戲嘅喎。咁其實請陣間咧，觀眾上台之前，唔知道兩位有冇興趣率先試玩一下一下個 game 啊？你玩啦！有興趣挑戰一下？啊、我哋咧其實個手提電話咧已經放咗喺呢個中間㗎啦，係啦，咁我哋不如同事幫幫手，我哋 set 一 set up 先，因為呢個手遊咧，其實大家而家咧喺手機上面啦，無論你係用邊一個品牌都好啦，其實咧都已經可以下載到呢個《明日戰記：勇者集結》嘅。我琴晚咧自己都玩一齊玩嘅啦，好容易玩嘅啫，係啦，率先揀咗你嘅。好容易啊！我覺得 OK 啦，玩三次我就過到關啦。頭一次我都好快輸嘅，我係。哦，咁你好嘢，我點解唔玩呢？我玩嚟玩去死。我頭嗰兩次啦，第三次開始就熟習咗就 OK 啦。大家揀下角色啊，輸翻定贏啊，就去到呢個版面噶啦。嗱，而家導演咧，吳導演率先試玩下。我哋今次《明日戰記》呢個嘅手遊遊戲，大家見到版面啊，其實同戲裡面嘅畫面都係好相符，擺咗好多。我哋今次 B16 嘅城區裏面嘅畫面咧，落咗去裏面嘅。其實咧，我又唔敢劇透太多，因為知好多觀眾都未睇呢部戲啊。咁但係其實喺部電影裏面咧，帶出咗一個好強嘅信息咧，就係無論佢遇到咩挑戰，真嘅勇者無懼，不斷向前行係好緊要噶。所以你見到我哋遊戲當中嘅角色都係噶，無論你遇到啲咩難關啊，一路向前走就 OK 噶啦。啲古生其實睇落好似唔係太難玩嘅，係咪啊？吳導演好似玩得停住手都。你第一次玩咋？哦，咁咪真係天才啊！天才啊！呢個俾啲掌聲個導演先，哇！真犀利！其實你而家見到畫面上面嘅呢一啲嘅唔同嘅角色啊、畫面啊，甚至乎一啲怪物出現嘅時候咧，喺電影裏面咧，大家都會見到噶。咁所以其實都非常之正啦，大家嗱睇完部戲100分鐘出咗戲院之後，你夜晚翻到屋企咧就可以繼續打機啦。其實好犀利喎，導演都第一次玩嚟講。而家我哋見到最頂，我哋已經去到就嚟3000分啦，去到。我覺得我第一次嘅時候去500分就已經到咗啦。任務成功，俾啲掌聲導演先。導演初玩完我哋今次《明日戰記》呢個 game 有咩感受啊？好玩，好似自己做裝甲咁咯，不過唔使咁熱咯。喺今次設計咁多角色啊、場面嘅時候，都冇諗過，原來自己第一身咁樣去衝嘅時候，感覺係咁嘅。嗱，咁不如接住落嚟嘅時間咧，《明日戰記》繼續支持我哋香港電影。多謝大家。咁接住落嚟嘅時間咧，我哋將會同時啦安排導演同埋古生咧接受我哋媒體嘅訪問嘅。多謝你哋 ，thank you。